考试前一天的我，哈哈，明天考试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一加一，二，二加二，四，四加四，六。波波摩佛，鸡七七 ，WC， 哥，肯德基，床前明月光，谁知盘中餐？明月几时有？低头思故乡。我真是个天才呀、啊！我都不用看书了，我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上球了，张大夫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呐！姓名，我姓啥来着？嗯，上球了，张大夫，你真是妙手回春呐！这题昨天还会啊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哎呦，我到底什么是快乐星球啊？谁喊的回家放牛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是回家放牛啊？你们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就得回家放牛。上学时代的搞笑趣事。初中的时候正在上课，老师突然发话了：同学们，谁要能回答下一个问题，就可以直接下课回家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同桌呢把书包嗖就扔到了窗外。老师们，谁扔的？我同桌。我扔的，我可以回家了。考试前一天的我二，哈哈，明天又考试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七加八九，八加七六，那咋不对呢？就对，苹果 Apple， 大苹果 iPad， 我真是天才呀！我都不用看书了，我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，山东哥这操闲牛皮六六六，我的宝贝儿。班级，我是哪班来的？我是不是走错学校了？这屋里人我俩都不认识呢。您家的床大不大？一个人住怕不怕？哎呀。我说我很丑吗？那我走啊，走走，那我走走，啥也不会，走走走，就不打了，走。轩哥做的一首长尾诗。老师，我写了一首长尾诗，你帮我看看吧。方块轩，你还会写诗啊？你念吧。三度一寒暑，暑去中寄空架，架公公落尽梅，梅相思耳家坐，坐成名归就业，业写的不错。老师，你连起来念一遍，暑假没作业。评论点赞，作业减半。拖延症患者的日常，吃得好饱啊。六点再写作业吧，先看一会电视。你看见胆胆鬼狐狸了吗？算了算了，七点再写吧，凑个整数。看完这集就去写。捣蛋鬼，就说捣蛋鬼。哎，写作业去了。开黑来不来？好的，马上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. Yes， 太爽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作业明天再写吧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继续继续。笑啥呢？还笑？说啥呢？站起来说十遍。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。行了，上课别溜号，坐下。还笑？说啥呢？站起来说十遍。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。行了，上课别溜号，坐下。还笑？说啥呢？站起来说十遍。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拉链没拉。行了，上课别溜号，坐下。还笑？说啥呢？站起来说十遍。老师裤子拉链没拉，老师裤子。